你真傻！ 叫你小心点，千万别打死他。你告诉丁大人，放心，我帮你打。我会帮他看着奥威。遵命。你大佬啃死咗啊！咩话？说什么？你大佬啃死咗啊！啊？咁嘅大话你都信啊？你讲得好似喎，因为我死俾睇下，仲系几多？绑得咁实，真系好难解开啊！那你不死你杀人？哦。再唔解我咧，跟你有咩事？你做乜嘢？我问啊！ 得啦，算啦，走。莫子，你，嗱，你冇伤到佢，最多话咩？我做乜做大？你做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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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
二当家，我看你是你咪睇中咗佢啊！只要你讲一句，我就把你中意让俾你。你说是还是不是？你说呀，讲啊！你系睇中佢啫，咁我就用法谋论。系嘅，又点啊？大当家一向是天下女子困苦，这个女子呢个就系人生收来嘅福气。我聂振山今日为我个好兄弟揾到一个好老婆，我心里好高兴。二当家，你唔好讲咁多啦。你一向做事最勤力、最辛苦，我早就应该揾个女人嚟招呼你。坤儿，坤，不要为我为咗一个女人伤咗兄弟之间嘅和气。你想要女人啫，我哋揾一扎俾你。你唔好过嚟啊！你过嚟嘅话，我就自杀噶。自杀？咁我咪即系白救咗你？救我？如果我唔系话娶你，你而家应该喺阿坤嘅房，而唔喺我间房。如果我唔系话娶你，你唔单止保唔到清白，连你嘅父母都应该死埋。咁我哋同娘亲呢？我已经安置好啦，呢点你可以放心。咁你娶我就为咗救我？你仲有更好嘅办法？咁我而家已经冇事啦，你仲放我走？放你走？如果阿坤知道你离开我视线范围，佢即刻会捉你翻嚟。到时我都冇办法。你班细人边有好人啊？做山贼都有原则嘅，结婚只系权宜之计。我狄虎唔会成人之危。以为讲几句说话我就信你咩？信唔信由你。我而家攰，如果你惊嘅，你可以攞住把铰剪到天光。哦，唔好意思，如果你攰嘅话，瞓喺地啦。一路以嚟，阿峰的确以礼相待，的确以礼相待，而且对我也真的好好。我也曾经想过，不如就将终身付托给他。喂，你真系中意咗佢啊？他是一个好人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对他其实都没有那种感觉。我也许婚姻是一生一世的大事，不应该那么草率。当然了，咁你啊，真的和佢有夫妻之名，无夫妻之份，系嘛？是啊。阿福这次，阿福这次来谈真正的目的，其实是想万老爷下手。但系佢担心我一人留喺山寨会唔安全，会俾个阿坤有机可乘，所以就带我一起出来了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我们都会再见了。遇恨嘅嘢，我系话缘分嘅嘢咧，唔知点解。为了木吉，这次你怎么会来这里？我是来找你大哥的。但是上次点解要把你锁就话你姓陆呢？没有啊。当然有啦，梗系有啊，你唔玩咯，又短啲，好知道以后你就我就跟着他啦。我也不晓得，不如我们回去吧，我这真的太久了，阿福会担心的。我好久没见，这里好有。那我们明天聊吧。雷王，说什么？麦雷王，是吧？你说的，要夫妻之名，无夫妻之分。是啊，你好，你们回来了，哎，好了，我先进去，你再等一会儿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之前已经骗了阿虎，如果还被平平太太我们俩在一起，我不能再怎么去。那好，我都不想让你难。九涛，晚安。你也是。哎，明天那你会怎么样啊？先生，酒茶怎么办？啊，你说，好不好？早就回来了，
良心，我好担心你。我睡不着，在家附近随便走了一走。这么晚，就你一个人？是啊，就在附近随便走了一下嘛。以后不要一个人出去，还危险。早点高兴吧，好晚回来给别人绿帽戴了。别这么讲，别这乱讲，我们没事，我们迟早知道的。少爷，你这可不行，公允的老婆要去猪笼，他不是假结婚，假结婚，准备散场了哈，你把这告诉我。哎，假结婚，叫什么我都不明白，那他不是小刀会的吗？小刀会，最后一个花子大花小打，所以这就可以走。为我父母，我叫兄弟发大火天，到时候香菜和美眉双双成亲了。发财狗，这就是一种的。阿婆刚好把老爷呢，再找点东西，人买好点的。太少了，叫那美眉婆啊。徐少爷，这么大瓶那怎么办？不打了，交给你去办。我不去，闲的。你先去晒饭，讲嗰只龙这不就得了？话无影嘅龙宫古龙仔，快啲食食春早头。别睡了。但是有徐少爷，我行的。是谁呀？是三弟和四弟，他们有要紧事给我出去一下。这么早啊？他来看来是有要紧的事。你瞓得着？我快翻。咁要小心啊。我哋竟然会输俾佢，呢个死肥仔仲扮败瞎子，把我们都算啱我哋偷啦。喂，富哥富哥，万老爷呢个肥猪肉，我早就想到人争食噶啦，但是没想到，估唔到喂个清兵嚟啊！他们人多势众，还有枪啊！喂，大哥大哥，富哥富哥，我谂呢次算啦，算。我哋唔系善男信女，我哋贼，贼唔会怕兵嘅。你们两个只系翻山寨，多得几个手足，仲有死肥仔，以为我哋走咗就唔敢翻嚟，我哋就喺镇内部署一下，然之后嚟个攻其不备，入得宝山，点会空手而回啊？哎，富哥，你去哪儿啊？在边啊？我去山上接美眉。哎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点啊，大爷，啱唔啱啊？哦，谢谢。哎，你们两个到那边看看，你们两个到那边。
二姑娘，有没有见到阿虎啊？我们真没看到过。谢谢啊。妹妹。妹妹。哦，梦姐，你有没有见阿虎啊？有，佢今朝嚟找我。佢翻过嚟咩？我唔知嘅。佢同我讲，佢话你仲瞓紧，佢唔想吵醒你。但佢突然间有紧要事要办啊，咁佢叫我带你去一笪安全嘅地方。嚟，你快啲执住衫跟我走。不会的，平常都唔系啲咁高大嘅人，尤其是对我。你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冇，点会啊？咁你话我知佢究竟发生咩事？佢话有单生意要做。我从小和你自细玩到大，你讲真话假话，我都会听唔出咩？我不知你为咩原因唔还我知，你而家唔想讲，我亦都唔问，我自己去搵。妹妹，已经呃咗我一次，你唔好再呃我第二次啦。妹妹，咁样你明明就你同佢追，追追追，听到说什么？讲大话都算啦，你不是行家？好啦，帮我追，我追，追到佢含住破口。那也是，我那个当时踏雪无痕，我来无影去无踪。你这个招牌已经上京城了，我们去京师。尴尬不如给我一个人帮妹妹，关他几日，几日饭吃同佢解释咪仲好？你话系咪啊？谁看到谁？谁看到谁？谁看到谁？妹妹，阿虎，阿虎，谁春，妹妹，妹妹，你嗰个好朋友勾搭呢个煲仔，一心想捉我咪？佢哋两个会勾结？他能说明都讲你知啊？冇可能噶。原来你咁啱嘅，肥仔，翻去话俾你啲人听，男人当丈夫，做嘢唔可以偷偷摸摸，要光明磊落。走，走，走啊！春春，妹妹，大春，阿虎，你可能误会啦，咩勾结啊？哎，老大，不用说了，不讲了，太危险，咱们走吧，我哋走吧。那离开呢度先讲。什么态度？你搞究乜嘢态度？阿爹讲，阿爹说你们天霸天花龙凤子啊！啊，说你们怎么好？有本事！啊，他们来这里多久了？有咩表演？有表现给我看看！啊叫你两个找个靓女给我看看，都找不到啊！阿你啊，你说话咩红妆花娘的姑娘点靓点靓啊？啊，仲有你，还有你，又话咩红妆花娘的姑娘怎么好？啊，结果呢？结果呢？这这样都行不行？就这样子准备了？你干什么？准备完工？找去！要管我？是大人。大人，再完工吧！你娘的，你娶了他？准备嘞！哎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刚才大爷说这么凶，是不是嫌我们装起不好？来得太疯了呀！不是吧，阿大爷，你这个年龄就盘龙尊的靓女，轻柔是吧？还真真的不好意思，啊，你就姓罗，我姓陶啊。你咁高大威猛，一来到客栈我就打听你那个尊姓大名了。我真系咁高大威猛啊！你气质非凡，目光炯炯有神，潇洒大方。也是。咁仲唔算高大威猛啊？我一般啦，一般啦。我曾经犯过事，你不能找一个不是咁样，我才肯嫁他。那也是啊，今天我终于找到了，这个人对我一点儿地都没有。人生真是不如意的事，十常八九啊。哎，秋荣啊，你别哭了，我未发誓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这个眼睛绝对不离开你，好不好啊？你这胆子这么大呀！我最喜欢女人当钱的了，来送给你了，把这当大妈。哎，老师，你当系咩人啊？我有咁贪钱吗？哦，那对不起咯，对不起咯。如果你真的这么有心，那你就娶这个女衣服老高。自从今后，我给
秋，阿夫人快啦，阿夫人快啦！你当系乜嘢人啊？人哋梁家妇女嚟噶，就是要走先啦。都唔好喺度啦，一定咁多人。哎，你在这里面在哪里做？我只能乖乖的，你以为好事情啊？你别讲了，没有啊。怎么每天都这么心急呢？这个地方怎么了？搞定没有啊？我今晚已经约咗佢喺后山山林见面。后山，好嘢，靓女。你以为我笑容啊，真系浪得虚名咩？咪住，你问清楚，呢个真系水师提咗个仔。哎呀，没骗你的，没骗你的，趁你的不用，有其他的，你死，扛死，信了吧？我同你又唔系好熟，你做咩无端端打张咁好嘅牌俾我先？你亲得你又够闲，咁咪依家你咯。嗱，咁啊，好几回事啊，氹得佢开心咯。哇，我唔有你做天理做天啊，哇，你真系下半世唔使休啦，要困。咁我就多谢你了。如果我真系发咗达嘅。你也不用愁。好了，咁多谢你先啦，我要扮靓啦，扮靓，扮靓，扮靓。谁是谁啊？嘿呀，是你啊！嘿，这是金毛镇的黑山老嫖客啊，他们这些狗嘴啊，终于进城了。上次佢破坏咗我嘅计划，今次你哋将功补过。喂，大哥，后山虽然隐蔽啊，但是为了安全起见，安全起见，最紧要打到天明。对啊，哎，不是我带，是你带，又是我。哎，我喊咱们进来。哎，你不要小看这个人呀，万一出了什么差错，怎可就能就前功尽弃了？啊？哈哈哈哈哈！都有理由，都不让我办个。喂，魏长怎么样啊？他死啦！话佢以西走，不如话佢往西波往，系人都怕咗佢。啊，我就陈梦琪怕什么？你死就紧要啊，但佢死我就麻烦啦。你话关心嘅系你呀？我关心系佢啫。先人叫呢个敖威话就话明察暗访，实质敲晒锣打晒鼓，方死人知佢水师系督提督，寻常鼠辈点敢太岁头上动土啊？那莫非系行动会？有可能，有可能，我通知佢。可以哦，人哋咁大个肥肉摆到埋口，煮先揽人哋嘅财物。古古惑惑咁，讲嚟听下啦。我同上次留在客栈，将啲鱼一网打尽，你带兵去救敖威。好，不过咁样，别那么快去救出毛。喂，点解？嗰班人就算唔系小刀会嘅人，亦都唔关系善男信女，帮佢哋会对敖威下客气。等敖威叫苦连天之后，出手。你一齐咁耐咧，好嘢就学唔到啦，学晒你嗰啲卑鄙无耻、下流贱格嘅衰嘢。就这样啦，来，进来。死了你笑，明明是你的工作是你的。雪儿，你都不是第一次了。谁呀？黑黑的，他们整天落到树林里，一头我真是堕落呀。我都没见过有人从落到树林里。真是被蚊咬死的。想这些蚊子咬死我了。哎呀，我在这儿啊。跳跳龙，我在这里呀。这个美人呢？还要我等啊，小荣，还让我等多久啊？你去咗边呢？你去哪里了？阿威，哎呀，你呀，美人，我真系辛苦啦，做咩咁迟先嚟噶？等咗你好耐咯。哎呀，仲好讲，俾蚊咬都咬死啦，一嚿二嚿啊！边度有蚊啊？我净系睇到有人喺度行嚟行去，好似睇大戏咁啊！男人边度有男人啊？嗰啲唔系你嘅人啦。
里做什么？大人，又有咁偏激，万一万一咩啊？什么？我滚！大人，我哋喺度保护你噶嘛？我死都系嚟保护啊！啊！呢班人，有事我负责，冇事又系你哋负责。保护吓，仲正啦！快滚！滚！系大人，岂有此理！唔系啊嘛，佢走咁走啊？你都唔明知佢脾气噶啦，唔走会斩头噶。美人，你喺边度啊？哪儿啊？美人，美人。啊，你在这儿啊？啊，美人，到嚟啦，美人。啊，美人，都咁快瞓着觉啊？走。谁呀？英雄，你说真的。谁呀？英雄，快点进来。对呀。我统统有相俾你啊！有相啊！我都有相，有相啊！除下，除下。我打到你死场，再打你个仔啊！打你嘴啊！你啊！再打你个头啊！打到你死场啊！再打你个嘴啊！打你嘴啊！你啊！打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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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请到来自都干什么都是你呀有我一门生意，生，不可一样。大人，
好啦，我先问啦。文文炮啊，真系算炮冇睇啊！你想文炮？咁要讲身份嘅，好似你啲咁嘅人，只可以文猪咋。喂，我人已经够衰啦，问咗只猪，问正衰猪，不如猪都冇办法啦。刘爷，千九一点要文猪，唔好啊，唔好啊，正衰猪啊！哎呀，徐老师，一个鱼缸两个都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。阿爹叫你们几个人保护我，究竟在哪里？在哪儿去啊？大人，你叫我哋围住乱党嘅，咁你两个咧？大人，昨晚系你叫我哋两个走先噶。我叫你走先，就叫你走，唔好骚扰我嘅范围之内，系保护到我噶。大人，都是你说。咁即系咩都系你讲晒啫。大人，咁又唔啱，咁又唔啱，我哋兄弟好难做噶。难做就唔好做，一同我拉。你个给我滚！喂喂，想点啊？你们想怎么样？大人，我哋就此告别啦。啊，走啊走啊走，大人啊，越远越好啊。大人。你使乜咁嬲啊？佢哋都为你着想啫。丁元案虽然这次是你救了我，但你为小刀会交功不久功不下，今次就当系江湖赎罪了。是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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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什么小刀会在中途会翻到下王爷？快点救他吧！三军决定，立刻出兵！慢着，你话你说出兵就出兵啊？这里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？你咁讲，这样讲，我咪要佢哋叫一声大人。属下不敢，提督大人，陈梦根系我火枪队副统领，如果唔救佢。不用讲了，不用说了。温大人刚刚被反贼掳劫，元气大伤，不宜轻举妄动。等我休养好之后，再从长计议啦。大人啊，如果休养好之后，我睇个小弟杀伤咗啦，都被杀死啦。我咪仲好咯，为国捐躯，光宗耀祖。大人，哎哎哎，小李，小李，哎呦，来了，来了，冇嘈啊，再嘈打你啦。我哋饮马龙山嚟翻嚟，个都不给啊！饮饮饮，俾碗血你饮啊！又，风雨声啊嘛，多少啊！扮堆草几好啊！被扮都死一扮，抵死啊！抵死啊！仲有心情吟诗作对，等我奖赏下你哋。唔使啦，大人唔使啦。人嚟，崔海，老板，老四。大人，你只系报仇咁报啫，嗱嗱，我认真，乜都认系，我系小刀嘅人，我系小刀入边嘅军师，我叫唐镜芳，之但我排名第489，我职位好低微嘅，入边嘅嘢我乜都唔知，你打我都冇用。唐镜芳，大军师来了，唔系呀，等我先招呼一下你，好不好？人来，哎，同我招呼下他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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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。机长，唔得，不行！这个方唐镜是小刀会的军师，一定知道好多秘密。
怎么可以可以放他？况且区区一个普通人，他算什么？佢使乜鬼想收四百八十九万？佢唔知道啲乜嘢噶？哎呀，好悲事嘅啫，我乜有？使乜我帮攞退休金嘅啫？攞退休金啊？几多字够啊？四百八十九万做咩啊？继续打！嚟继续，你嚟做咩啊？你嘅手令啊？我冇手令，我手令入得去嘅喎。因为上面你买个，给我一个人情吧。呢个唐唐金就是人嚟噶。点样唔系咁得？呢个唐方唐金丧尽丧尽天良，杀死我爹，将我卖到花田，我叫我老婆将手拉去闹夜宵，将佢抢埋我抢我的妹做妾，我同呢个唐方唐金不共戴天之仇啊！哦，真系好惨啊！咁多位兄弟，几位兄弟，俾我一支烟烧香的时间，等我入去闹佢，打佢几棒，以正我爹在天之灵咧，我都好难做噶，俾唔掂啦！咁啊，一转时间，多谢，诶。篮里边嗰啲系咩？啊！你咁样嚟报仇啊？我放把刀。哦。慢点啊！有啊。没事了吧？我知道你神够力噶啦。方先生，唔知你化过咁嘅妆咧，我揸都认唔到你啊！食饭先啦。诶，唔系走佬先嘛？有饭又嚟走佬嘛？系咧，方先生。点解你话不识招会嘅？哎呀，一发出嚟，点都真唔稳当住啦！喂，点解搞到咁伤势啊？我哋咪有一笔咁长，样样系啊，烧嘢又抓你啊！吴先生咁点嘅？你又俾我捉咗，烧嘢边日招集小刀会啊？小刀会啊！我打好熟噶，翻嚟佢啫，吉仔乜都冇啦。喂，等得唔得？食饱未啊？食饱啦未啊？食饱啦！喂喂喂，做咩做咩啊？喂，这样靠着我怎么走啊？怎么走快啊？你张哥，我这公安大哥看着我进来，将我抓到手里，那还了得？喂，你们一齐走咪得咯？走啊！什么办法？我都走唔得啦！难道你真系要打赌啊？你乖乖的留在这里，我去想办法处理啦。喂喂喂，仔细点，你看住我。方老师，我都快尽力了，干唔到我咧，关你就冇办法噶。我没有办法啦，我都唔接受你嘅，我饭俾你食啦。我走啦，我走啦。喂咩事？小刀会和清兵水大会同精兵鬼打鬼，天下大乱，搞到天下大乱啊！怎么会咁噶？小刀会想想绑架我喂，谁知道清兵又杀出嚟，抓了他们的军师，关系添。佢哋真系陪你夫人又绝兵，仲有啊，原来那个陈梦杰系火枪队嘅副统领嚟噶。陈梦杰呢，就想去捉小刀会嘅陀猪，点知自己俾人家抓啦。咁佢有冇生命危险啊？以我分明，说不清楚，都难讲啦。大哥。以为做好事，其实乜都系假的。点解啊？呢个万老爷，佢系小道会四大堂主之一，今次佢以大事为名，其实系联合各地分堂主，根本就唔系咩互相聚会。哼，岂有此理！搞咗咁久，原来是做亏本生意，原来做咗蚀本生意。好彩我够醒目啫，如果唔系，我哋干脆受敌，死咗都唔知为乜啊！呢个玩笑真系开得大。大哥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仲可以点啊？打道回府咯。搞到咁大件事，现在风声一定很紧，咱们收拾东西，马上离开。阿虎，我求求你，你要把我们赶出来吧。他是兵，我是贼，你让我怎么走？我知道你好为难，但是，我救了他，怎么向兄弟们交代？嫂子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吧。马雷，阿福，你是不是怪我？我救你的时候没有任何错。我问你，你现在喜不喜欢我？
我也很去做梦境，我答应你，真心真意跟你一世。为了想做梦境，你为什么做这么大事？这可以不跟谁牺牲，遇到我一向都不怕。你从来都不对我无辜。你以前一样没有喜欢过我，此事都是会变的吗？雨光，如果明天，我只要你答应我，肯还是不肯？陈梦婷对你更重要。你不要问我，我和他从小认识到现在。你我看他这件事情，我真的做不到。我愿意向你自己，你做人都做得到吗？我已经决定这么做了，我只需要你回答我，肯还是不肯？好，既然情节不断地埋乱，我都唔计较咁多，我答应你，我去救陈梦婷。不过，要遵守你自己嘅诺。